好，我一回来做 vlog 啦。在那之前，拍板。7月21号，暑假第25天，第16集 vlog 在我的家。要拍摄，要拍摄，要拍摄。今天是7月21号，现在是10点半。2个礼拜多我没有 po vlog 了。其实东西有变，然后也是过差不多一样的生活。像你看这里后面，恰恰稍微一点点变动了。好，就贴了，开始。现在是1点50分了，晚安吧。我不瞒跟你说，这句话我在镜头里面说了第二次了。在今天之前，我有2天，我有尝试想要做 vlog， 但是到最后也不行。哦天哪，这一步，今天的这一步，一定可以上传到。其实我真的蛮怀念这样子跟着镜头前面讲话，跟着镜头前面讲话，除了在跟观众讲话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跟着自己的，在想啊，在思考，也在反省中。因为我每次讲完话之后的晚上，我又会听回自己讲话。奇奇歪，我是早上的你，现在的你晚上，赶快继续剪片。OK， 继续剪片。便利商店买了咖啡，我还是最爱喝拿铁。今天我的行程一点跟滴答约在咖啡厅剪片跟聊剧本，晚上就好像有一个聚会一样子 ，dinner。上个礼拜我朋友密我。他说甜的冰块的影片那么精致，那为什么我的 vlog 做不到？我就说，我的 vlog 大概只用了4小时来剪，甜的冰块影片大概应该会花8到12小时。这种 vlog 我不能做的太精致，我就只是想要很快速的，最快的方法，尽量把它弄得最好，让你们跟让自己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东西，也让自己过得更充实这样子。也是满满的拍个剪，剧本拍个剪。虽然我一点要拍甜的冰块，但这个也不是借口哦，还是要跑步。虽然刚刚只跑了1公里10分钟，没关系的，因为待会我要拍甜的冰块的片，赶快先跑个步，让自己精神起来。我觉得会哦，我觉得我们有讨论过，就是之后讲话可能要。刚刚在麦当劳开会，现在到家已经2点了。7月10号2点26分，老样子，在其他家开会。公斤来回1600，太贵。现在是7点半早上，而且我还要。只是滴答把他演出来了。刚刚 Skype 会议结束，明天要上这部片，继续剪片。生活也是一样，现在骑着 Ubike 去滴答家，今晚会破片。待会准备拍片。今天我们的导演。3、2、1，Action！ 江江，这个咖啡厅，现在我们要讨论剧本了。那语言，可不可以你也？他人的海滩拍甜的冰块的影片，然后拍完了，刚刚拍夕阳结束，结束了。然后现在你看这里，哇哦！甜的冰块的影片又拍完一部了，再来下一部。科技冷漠，你看他。在台湾的网咖初体验，完全没有在用那里的东西。就我们两个就是来这边吹冷气，哎，3个小时120，其实这样蛮舒服的。看天，对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停哪里？我们停101下面。他消费吗？抵达？他好像转弯了。好，我们拍到最后一个。
夕阳。接下来现在吃晚餐。鲑鱼炒饭。去本拍个假啦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突然有想到一句话，就是你知道别人说追梦、追梦想的过程，追梦想的过程是很美好的，屁啦！我觉得我再整理一下好了。我觉得追梦的过程是辛苦的，美好的地方，那个漂亮的回忆、美好的回忆，是在于你回想、你回去想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到哦，那些痛苦的过程是值得的。天气没有太热，对啊，今天到我们熟悉的咖啡厅白梦咖啡。哎呀，好，到了，后面好像有人直播，我们等一下抵达好了，抵达快到了。剪干回我 OK 老哈，剪干懂的。OK, 我而家边走边 vlog 一下，好，剪干老哈见。好吧，今天结束了在咖啡厅跟迪达聊剧本的事情了，待会就是要去迪达的那个家，我们就要煮晚餐，露个茶来吃。蛮喜欢太阳的啦，因为拍片起来真的是蛮好看的，阴天拍起来真的很难看。可是真的好热哦，好烦。学姐，燕真学姐，燕真，好吧，学姐不在家，那我们之后有缘在 vlog 再见，拜拜。差不多出发。太可怕了，这一堆。哎，莫卡拿。哦、oh my god！ 这个如果查。